家人们早安，今天是4月18号星期四，灵修的经文来到使徒行传1章1到11节，每日研经的主题是做见证到地极，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祷告，主啊，愿神你亲自带领我们，主啊，透过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对我们的心说话，也再次的提醒我们，神你要我们所去的，所做的，所传扬的，主啊，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啊，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让神的国、神的名得着最大的荣耀。好，叫我们在世的时间为主做见证，为主发光发热。主，我们赞美你，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家人平安。使徒行传，今天我们进入到新的一个篇章，就是使徒行传。那他写作的年代大概是主后70年左右。那个时候呢，是保罗也在罗马等候受审的时候。那一般认为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就是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路加他是圣经作者当中唯一一位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上帝使用路加为主做见证，见证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还有他承袭大使命之后呢，各个地方如何建立起教会，与教会的书信连接起来。那这是从是福音书与教牧书信的一个很重要的连接桥梁，而这个意义极为重要。可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认识基督教信仰的起源，也就是初代教会的创立，还有使徒们如何竭力传扬福音的事迹。从使徒行传中的记载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初代教会是如何依靠圣灵来面对各样的逼迫还有困难，以至于最后如何带领人悔改信主，如何面对异端的学说、罗马政权还有犹太教的逼迫，甚至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如何合一，这个冲突是很强烈的。那在普世宣教的过程当中，初代教会经历怎样的艰苦，怎样熬过去，那这这所有的过程呢，都是每个时代教会建立的指引跟典范。所以阅读使徒行传可以让我们获得治理教会时应有的重要原则。
有人称使徒行传为圣灵行传，那可想而知，这个是跟圣灵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圣灵的工作，从本卷书当中可以看到圣灵如何在犹太人还有外邦人当中，在这样的教会的里面所做成的工作，分别以使徒彼得还有使徒保罗作为代表。那前半段1到12章是讲述彼得如何向犹太人传福音，那后半段13到26章讲述保罗如何向外邦人传福音。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呢，它也是根据着地理位置的推演来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描述，从耶路撒冷开始向外推进到罗马，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回应耶稣最后的一个大使命的宣言，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从耶路撒冷开始。所以我们也承接了这个宣教的使命，我们也要将福音带往地极，也要寻找那些未得之民。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主题，主耶稣与圣灵，第一到第二。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都有同有一位受信者，那个人就是提阿菲罗。所以说明了在路加福音当中见证了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教训之后呢，直到耶稣被接上升升上天为止，过程当中经历了圣灵许许多多的工作，当然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拣选12个使徒。所有的过程都是圣灵的带领，在圣灵的工作里面呢，神的旨意延续不受任何的拦阻。在此耶稣吩咐我们，也就像要吩咐门徒一样，在这个升天之前要去完成一个使命，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亲爱的家人们，耶稣升天不是代表一个结束，反倒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每个跟随神的人要为着圣灵的降临要做好准备，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所以我们要让神来掌权掌管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时刻，让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领受圣灵的充满。透过圣灵我们可以领受到神的呼召，透过一个有使命有呼召的人生是我们要去活出来的。当圣灵感动你要为某个人某个群体或某件事奉献金钱奉献时间或改变自己的习惯作为代价的时候，尽管起来回应神吧，因为将来某一天你的付出你的奉献将会有人因此得以认识耶稣并且受洗得救，这是极其宝贵跟重要，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最重要要完成的使命。第二个我们来看到就是上帝国与圣灵，第三到第五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里提到耶稣受难了之后呢，不仅3日后复活，而且有40天之久的时间向门徒显现，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跟门徒不断的讲述神的国，讲述神的国的奥秘，然后甚至在一起聚集一起吃饭的时候，耶稣吩咐门徒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是如果我们回想，耶路撒冷是耶稣受难的地方，然后耶路撒冷也是门徒最危险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然而主却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这个挑战了门徒
那到底觉得主的吩咐重要还是自我的安危重要？那答案很明确，要等候，要等候。所以使徒们也都回应了耶稣的邀请，要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天父所应许的。所应许的是什么？就是圣灵。就这里讲的就是圣灵，就是圣灵的浇灌，领受圣灵的洗。所以可见神的国要透过圣灵的大能来成就，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所提到的，神的国不在乎言语，而在乎全能。只有神在乎全，只有主的大能可以捆绑勇士，掠夺恶者。主耶稣显出属天的全能，也能够赶出污鬼，使神的国降临。所以在我们还不用回到天家之前，我们在这世上就可以看见神的国降临。亲爱的家人们，主耶稣靠着圣灵降生在这世上，那也靠着圣灵在世上做工，使徒们也是靠着圣灵重生，也靠着圣灵在世上工作。所以不管是耶稣还是使徒，都是从圣灵得着能力而行。所以单靠圣灵重生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在整个过程当中经历生命的壮大成熟，肩负起神给我们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去行，还要领受圣灵的洗，使我们得着属天的能力来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应当如此，不要靠自己的能力跑在神的前面，免得徒劳无功。等候神是一个信心的操练，都是一个信心的操练。我们要相信等候神必使我们重新得力，得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能够突破重围，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关键。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的重点是见证人与圣灵，第六到第十一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在谈论了许多神的国的事情之后，在一次的聚集里面，门徒问耶稣，以色列国，地上以色列国的复兴什么时候会来？是这个时候要来吗？然而这个计划的主宰是上帝，上帝早已预先已经定下了这一个时间还有日期，那就是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不仅是复兴以色列国，是要复兴在地上所有的国度，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唯有上帝晓得耶稣何时会再来。第八节是使徒行传里面的要节，那表明大使命使万人做主门徒，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向外推展，经过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更远处。福音的向外扩展正好符合这个次序，所以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见着为主做见证，见到神的工作。正当说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众人的见证之下，耶稣升天，耶稣被取升天，而且有一朵云朵把耶稣覆盖着，隐没在神的荣耀的当中。那此时有两个身穿白衣的，就是天使站在门徒的旁边，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啊，那因为十二个门徒里面除了犹大以外都是加利利人，他就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望着天呢？我想在这个时刻这十一个门徒应该都已经看呆了，
完全不知道，也无法解释，不明白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但是他们听是有听见，但是心里没有办法能够会意的过来。所以天使就告诉他们，耶稣怎样的升天，也要怎样的再来。所以在这个耶稣升天跟耶稣再来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呢，他要门徒不要迟疑，也不要猜测，也不要浪费时间，要赶快采取行动，执行主所交托所交付的任务，就是要去传福音。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在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必要审判这世上的人。所以凡是认识主，主要再来，我们就要来敬虔的预备自己在世上度日。我们在这个还短暂停留在世上的日子里面，我们也就要起来，不要迟疑，不要疑惑，不要让其他的事情拦阻了你来传福音的心智，因为这件事情才是我们活着的最重要的核心目的。我们每一天每一次 每一件事情做每一个决定，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当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心意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要活出活水江河来，那喜乐的泉源要涌流出来，好叫你的人生一生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而且要得着从神而来那极大无比的荣耀，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期许自己，我们一起来为主的国来努力，一起在这世上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让我们忠于神，让我们成为一个神心目中好用忠心的好管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主啊，主啊，你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啊，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主啊，我们也说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自己，停留在与神相遇的时刻。主啊，我们更要领受圣灵的呼召能力，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从我们的家庭开始，从我们所在的工作职场，所在的社群，一直到这个城市国家，主啊，你差派我们去为你做见证，好叫我们被主来打发，让我们在圣灵里面行事。主啊，不让其他的人事物来模糊了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焦点不是在儿女的身上，不是在工作的产业的身上，也不是在那个赚钱的事情上面，我们的焦点是在主耶稣的身上，是在福音广传的事上。主啊，就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兴起我们，让我们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好叫人因着我们的见证也要来认识你，也要接受你，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愿圣灵天天时时刻刻的充满我们，使我们得着能力为主做见证。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